2月25日，掌声响起，向凤飞飞致敬特展在凤飞飞的故乡台湾桃园县大溪镇揭幕。为了向偶像表达无限追忆，大批凤迷们风雨无阻一早赶到现场等候参观。此次特展展出了凤飞飞生前的30多顶帽子、14套服装及她平日随身佩戴的眼镜，而一直非常支持凤飞飞的大大娱乐公司特别提供2005送给凤飞飞且刻有她英文名字的专属麦克风及耳机。此外，热心的歌迷提供72张黑胶唱片封套和珍贵曲谱，展馆内播放部分珍贵影片，其中更包括2005年由凤飞飞亲自剪辑的演唱会精华片段和介绍故乡的珍贵画面。